我最感谢的是施校长，施世志校长，而且我最欣赏校长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建国只有水手，没有乘客。他就像一个船舰的舵手，方向往哪里走，目标在哪里，啊怎么做，啊能够把建国改变成这样，那个困难重重，他人还没有进来，已经来过学校视察多少遍，观察多少遍，想要做什么，他已经做前面的功课，已经做了很多。你看他的投入，最主要他进来之后，他的带一群很有效率、很有能力，而且很和谐的精英团队进来，因为他带的团队每一个人都为教育一起努力，这真的很重要。每天早上最早看到的是谁？校长，他已经在整理环境了。你要亲力亲为，好认真哦，因为他的外面 FB 上面很多的粉丝，所以他有成立一个粉丝团，像我们建国有带进一个叫做亲卫队，那个都是家长，而亲卫队对学校的付出、支持、努力没有话讲。